这是一个创新的时代，这是一个标准引领的时代，这是一个创富的时代。2014年4月16日，威马股份与中国石油大学合作成立无干采油研发中心。2014年4月30日，威马股份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2014年9月12日，中国石油和石化工程研究会批准山东威马泵业股份有限公司成为中国油气举升装备技术中心。威马股份自强不息，勇攀高峰，在原油举升装备发展史上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威马股份在原油举升方面的贡献得到了客户和业界。